主料，牛肉200克，辅料，油、姜、豉油、淀粉、酒。把牛肉切好，加豉油、淀粉、油和姜丝腌10分钟。锅里先放油，放入牛肉，加酒把牛肉翻炒，加适量水煮，煮至收汁加豉油调味即可，装起上桌。烹饪技巧一：牛肉先用豉油、油、淀粉和姜丝拌匀腌10分钟。二：要大火炒。三：切牛肉不要顺纹切，要薄纹切断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